姑娘医术精湛，我身上的伤也好了大半，还未请教姑娘芳名。不必多问，我就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神医，人送外号公医圣手。
将军若是不放心的话，那我就替你先试。敢问姑娘芳名？这是谁家的姑娘？将军，将军，不行，我不能再伤害他。这个府中，只有你在乎我的安危。是我连累了你，理应照顾。又怎么了？跟我走，他给你弄疼嫂嫂了，快放手。你在将军府一天，一天就是将军夫人，应该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。这是何意？若有朝一日有人拿了我的底牌，那便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他说的底牌就是登高台吗？阿爷，你可会亲手掀了我的生死底牌？我们与平常夫妻相隔山海，终究无法跨越。你都看到了吧？